晚上不要立刻欢迎收看今天这波，我是朱启麟、胆信聪。其实很多反核的人呢，他都会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你认为说核电厂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真的是那么安全的话，啊，无企业领导好不啦？啊，企业总统府好不？啊，无企业博爱特区好不啦？吼，或者是说啊，你若进行认为讲核电厂较安全，啊，无你搬去遐住。很多人批评说，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太过于情绪性，对于所谓的专业论述、专业讨论没有太大帮助。可是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是所有包括核一、核二、核三、核四住在附近的所有的居民每天所面对，而且是无止境的恐惧、担心以及无奈。今天恐怕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这些居民们，他们第一次共同上电视。共同就他们住在核电厂这几十年来所谓遭遇到的这些情形，他们情绪上以及实际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为您介绍今天五位特别来宾。首先我们欢迎是来自于新北市金山，也就是住在核一厂附近的居民，他同时也是前金山乡民的代表，也是金山反核自救会的会长许富雄。各位听众大家好，在座的还是电视机面前大家安安，大家好。好，感谢回电哈。同时，也是核一厂的居民，也是在新北市金山。金山说起来哈，有一点无奈了哈，其实是非常无奈。左右两边刚好是核一核二夹在中间，金山也是北海岸人最多的地方。大概可能去阿甲阿巴时阵哈，无发现讲竟然有两座核电厂，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两位金山的居民，我们再欢迎是现在金山文史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核一厂的居民郭庆麟郭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住在万里，也就是核二厂附近的居民许淑珍，淑珍姐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各位观众，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特别欢迎是大老远然后从台湾最南端屏东垦丁在核三厂的居民，他同时也是屏东县核能安全监督委员会的召集人，也是恒春的成人教育的很有名的老师袁瑞云，袁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这个应该比较熟悉了，最近常常上电视。盐寮反核自救会的会长，来自于新北市孔安寮核四厂的居民吴文章吴会长。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咱先来看麦哈，顶礼拜六在金山有一场游行，在这个礼拜六三月九号，当然有一场更大的北中南的游行。可在上个礼拜六，金山先来一场游行，请大家正视在地方上他们的一些声音。我们来看看上礼拜六的这场游行。全副武装，穿着辐射防护衣，拿着标语，走在金山老街，高喊口号。将近三百人在金山参加反核大游行。反核！反核！人民无惧！人民无惧！终结核电！终结核电！家住淡水的蔡先生也推着娃娃车，带着两岁的孙子来参加。下一代还是要生存啊，台湾还是要生存啊，台湾还是要活下去啊，怎么可以用核能这种东西呢，再污染到我们的台湾的土地呢？家住金山的何小姐也带着高龄的父母来参加游行，不要台湾变成下一个福岛，不要有下一个福岛。一旁的民众和观光客虽然没有加入游行，也在一旁默默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本来就不要啊，这样很危险，我现在人都癌症的很多呢。游行民众在金山街头表达诉求后，也前往核一厂及核二厂前抗议，要求核一、核二、核三立即停机，核四停建。都无你顾台湾人一只性命，你知影讲若发生事故会安怎？会亡国灭种啦！游行民众也要求核一厂及核二厂签收行动诉求，并质疑运转超过三十年的两座核电厂为什么还不除役？自然委员会发给我们的运转执照呢是四十年，所以呢现在只有运转三十年，应该还没有到期。这场北海岸反核行动由当地居民发起，也为309废核大游行暖身。北海岸居民长期跟核电厂当邻居，为了下一代子孙，他们要求台湾民众一起反核，一起守护家园。记者玄子陈昌维新北市报道。我们先来看这一张地图了哈，这个地方是核一厂，那金山的位置大概是在这边啊。金山呢，其实讲得天独厚也对，或者是非常无奈也对，因为它下面呢就是核二厂。那这张地图呢，是我们用所谓的核电厂半径20公里来画的。在如果是我们拿日本福岛的经验来看的话，大概整个避难范围是到30公里了哈，20公里内呢全部都要疏散的啦。那20到30公里是要在家里面去做避难的。如果是20公里的话，大概出事不是说只有金山的人很倒霉，是整个
大概是台北市、新北市至少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北市以及基隆都丢。那这个是不管是核一厂或核二厂，这个是二十公里。如果是三十公里的话，那是包括整个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可能到桃园呢都会中。所以这个已经不是说，只有那个金山啊、万里啊、垦丁的人很倒霉，这个是可能是整个全台湾的问题。但是住在附近的人是直接每天都面对他们无止境的恐惧。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我们先谈核一厂的话，核一厂呢，这个是核一厂了哈。整个现在紧急应变计划呢是半径五公里。如果是我们用五公里来算的话呢，附近的居民，我们强调的话是居民。如果你不算是那个六日的游客的话，那个算下去呢，这个会吓死人。然后，如果我们是用五公里来算呢，是14115个人。如果是用八公里，在福岛核灾之后呢，整个应变紧急应变计划从五公里延长到八公里，八公里呢是30000多个人。如果我们算15公里的话呢，已经是89000多个人。这个是核一厂的部分，核二厂我们等一下再谈。我先请教会长了哈，安遮久哈？啊，是在讲核一厂啊，无出啥物大代志。啊，恁敢每下逐工拢惊到要死？这讲起来哦，有影阮北海岸这些人民哦，讲起来是真可怜啦。有话嘛无得讲啦。哦，啊你，我著讲，阮北海岸这些人民啦，比感觉遐犯人较不如嘛。因为感觉遐犯人嘛食大，困的、放的拢一斤。啊，咱一厂。也好，二厂也好，可能三厂也是同款啦，一定拢差不多大同小异啦。拢是发电本来就放射污染，啊，你迄个加废料桶嘛是囥在内底，啊，遐用过遐燃料棒是上严重的，全囥在冷却池内底。是，较早计划是无囥遐尼济呢，即摆拢挡脑棒啊，如果挖坑，如果落，即摆。啊，插落吼，拢一支咸的粘少啊，无芳啊呢。啊，即摆才水底下板，才来起这甘肃停船场。咱反对哦，未发达啊，对不？反对个，我嘛捌甲讲过啊。你这起来有安全无？伊讲安全，无问题。我好，那无问题，你证明我看。吼、哦，你这个要做25年嘛？迄、那个红毛土25粒，一粒是56束，吼、哦，做拢总本来当初计划伫迄个环保署啊，迄新扎条迄个污专案小组委员会内底是1680束，啊，即摆要做25粒，变成就是1400束。我讲来证明我看，你摕5粒去台电公司扛，5粒。原住民委员会5粒，经济部5粒，总统府5粒，行政院。安尼，你就使放咧核一厂内底。无啊，你讲安全嘛，未伤害嘛。你证明我看，若无伤害，你放咧倒位嘛，会使啊。有样。你若讲你若是敢摕遐放，我以后核能电厂我拢袂讲话，嘛无法度证明。伊嘛无，人家写了，唔敢我讲的话，伊唔敢写落去。我每摆。像这个哦，做的所做的伤害，这是民国92年，做的资料，我是四月初看到迄、那个哦，咱这个张武修教授，伊是伫民国90年，台北县政府协助下，伊伫金山石门，啊，甲这个万里，去民家屋顶啊。去采个落层监测，但是迄本册嘛是人打电话甲我讲，迄是92年3月灾情月间250页，就是张武修所查的报告，讲这是温行大杀手。内容有三点，头一点就是讲台北放射污，官司刚拍7年外，原主任委员会才承认输赔人。第二点就是讲，南市有97000几桶，诶，即个放射性低诶，即个废料，诶，半衰期是200年至300年嘛。啊，你若用过核燃料棒这啊，这是10年起跳呢。
这半山期了，个十年以上才无用。啊，会长，我甲你打岔一下啦吼。啊，你要哪证明讲进行这个核一厂对恁造成这大的伤害？啊，敢有影大家拢着感？我咧讲吼，这内底我拢有做过啊。我自民国66年，遐个是遐我做乡民代表，叫乡长是互我逼到无法度，才发公文来查，去户政事务所去查出来。查出来，我5年甲平均一段，这就是资料，就是66年，吼、哦，甲92年4月30日为止。66、70、71、75、76、80、81、85、86、90，我5年甲平均起来。是。我讲前段，就是讲66年甲70，这5年，阮金山总人口数是97000几。啊，死亡这五年死偌济？死530个。嗯。癌症占偌济？占77个。癌症这五年啦，死77个。每一段拢有提升，提升到86到90。迄5年就是105000几，人口数有加8000个。啊，死亡死偌济？死664。啊，六百六十四。吼、哦。啊，我是用这个简单的算法啦。你啊想，664扣53，剩偌济？剩134。迄个人口数加8000个，咱叫比例嘛。八千个就要死42个，甲扣42个起来，剩偌济？剩92个。哦，就是讲前段甲后段，照比例安尼扣起來，啊，佫加死92个。啊，这92个哦，你再来讲迄个癌症死，后段是175，前段是77，扣起来减偌济？减98个。啊，我剩98个啊，来加8000个的人，就爱摕6个，照比例摕6个癌症。过迄个42个迄边啦，8000个加嘛，就爱死42个，你就是爱去。提六个感情，才比例嘛。是是是。啊，提过多，拄好剩的拢92个，全是感情死。我到尾有甲国王骂煞多，因为迄年啊，我都91年嘛。迄、那个10月30，我有乙酰亢进，为甲医生，我叫破一年10个月嘛。我就是骂甲国王背信。嗯。佫一条就是公共危险罪。嗯。唔捌当时要发生什么啊？咱唔知啊。是是是。啊，佫甲咱承诺，民国87年，肺也要签，所以嘛无签。这癌的问题是足大啦哈。啊，郭老师，我要请教你啦哈，因为你自己做文史工作，你会更清楚。不管是对生命的、健康的、生态环境的，是。究竟这几十年来，核电厂对金山造成什么伤害？哦，在1993年7月15日，我们地方居民一个。先生叫范正堂先生，好，现在，哎，我电视上可能常看到他哈，看他年轻的样子哈，这是他年轻的样子哈，范正堂，那跟地方的代表，这是徐水成徐代表哈，现在这个时候都很年轻了，一直站到现在10-20年哈，那他那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壁雕鱼，哎，这壁雕鱼其实是布袋戏那个壁雕了哈，前2年哈。金山就是在北海岸又发生了，现在叫辐射鱼了，好，现在比较进化了哈，叫辐射鱼哈。那大部分很多那个石斑整个暴毙，然后浮上来啊。那在整个地方哈，事实上在何应钦将军的时代了，何应钦将军的时代，事实上那时候整个北海岸连那个潮间带，就是跟我们垦丁一样，其实都要画在。那个国家公文内，好，这里有一个，当时哈委托台大研究生来做的研究报告，我们来看看，它里面随便一翻，那东西很多哈，这些水产，啊，那个海草、贝壳、贝类哈等等的，这是手稿，哦，这是手稿，后来就是因为政策一转，要盖核一核二，因为核一核二它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能盖在国家公园之内。所以呢，退缩了5公里，从淡水、三芝、石门、金山、万里，甚至到大武仑这一带都退缩5公里。
所以我们来看看，当时其实早期的居民，他们在随便啊，到海边，我小时候也是一样，到海边随便找都有东西哈，捡食啦，去抓一些鱼虾贝类，这个是在专门捕海胆的渔民。那当时海胆在外销日本的时候呢，价格很好，所以呢，我们整个生态上哈，等于是一个浩劫啦。那如果说我们再从地质上，那更糟糕啊。我们以前哈常常听老一辈人在讲说，金山哈，我以后哈如果大退潮啊，千万不要去海边捡食贝类。为什么？因为在同治六年，就是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在11月23号的早上10点，淡北哦，甚至到从淡水到新竹这一带都发生大地震，是7级地震，而且引发8.5级的海啸。那这一个海啸它所带来的，如果以福岛这一次的灾难，它大概引发3种，好，就是地震、海啸、土壤异化，这个是它的一倍，有6种。你说金山发生的地震跟海啸导致的灾情是福岛的一倍？对，等于说我们扣掉这个核电厂的事情，就是说它整个天然灾害，我们那边是包括熔岩流、土地的塌陷，还有温泉的涌出，甚至有些是整个坍塌。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有名的，以前叫喜开亚温泉的对面，哈，现在叫暮色温泉。那个地方有一个大水塘啊，现在还在冒烟冒泡。那以前是一个三合院，整个不见了，瞬间不见了。所以这一些地震，这个是在1913年哈，由那个冈本耀八郎。冈本耀八郎在台湾的地质界是很有名的，是北投很多石头是他命名的。他当时带着他的老师叫沈宝博士，在1913年来做这个访谈。当时访谈这两位耆老，一个住老街，一个住哦就产行嘛，产行嘛，人讲较近的就是今麦金山台大医院。那个水是淹到那边去啊。台大医院，台大金山分院是很里面的。对对对对。是淹到了里面去啊！那个灾害的严重性是那个是有过之而不及，就捡食贝类被淹死的有记载哦，不是失踪，有记载就找到尸体了，80个，80人，那一次陆地海上这样子死伤400人，是是，这个部分我也有经验，就是我那时候去采访南亚海啸的时候啊，那时候的居民都跟我们讲说，为什么有一个地方啊，小小村落死了好几千个人。就是大家看到大退潮，哇，那些很珍贵的鱼啊、虾呀、贝壳啊，全部都跑出来了，拢来救。如果你遇到突然间的大退潮，那很有可能就是大海啸要来了。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形，赶快跑，往高处跑了哈。淑珍姐，我被请告你了哈。大家包括回电，包括郭老师拢讲到，生命的危害、健康的危害，丢咱们比咧回电认为是足管的啦哈。郭老师讲到讲，包括对于生态的谋害。本来有很多珍贵的鱼贝类，现在通通都绝迹了。他更谈到说，在金山那边曾经发生了比福岛更严重一倍以上的大地震跟大海啸。啊，我请教你，您住在石门到底是在干啥？我不是住石门，我住万里。拄好郭老师讲的迄个塌下去，三合院塌下去，大洞如果弯刀的对面，拄好你弯刀对面。所以我自细汉就习惯，啊，阮遐吼，佫有温泉。所以啊，而且吼，核二厂吼，我知影伊也是一个碳孔，去挖碳孔吼，来去把迄个碳孔吞掉吼，啊来起核二厂的。因为阮以前咧要起的时阵，整地的时阵，哦，阮拢去捡土团，捡到我欢喜的咧。是金德福。嘿啦，金德福。啊，人讲遐佫一个硫磺沟。所以吼，迄个所在。是，刚刚以咱哦，大家世界各国来讲哦，是足危险的所在啦。去核电厂去的，迄个所在是足危险。啊，你逐天看到迄核电厂，我嘛会惊。看过嘛，惯势啊。有什么是惯势？我若听到救护车呢，哦，伊有救护车的声音，滴滴过的时阵，我感觉是讲是迄个遐会发生。哎呦，万不利崩啊呢。嘿啊，遐有啥物意外发生啊？是安怎？啊。啊，因为吼，因的演练拢做粗糙的啦，拢阮嘛唔知啊，阮附近的居民嘛唔知道。我做啊，我大汉，我拢毋捌听过迄款。恁家有电片无？有啦，
当时分的？去年去迄、那个去年刚未准选选迄个总统大选三月份。安尼应该无过期啊吼。啊未，会使敢。发生啥代志？爱家伊有甲你讲无？伊都分一张单啊，说明书啊。叫你家己看。讲，叫我咱家己看。啊，卫生所也无先导人员，也是三位啊来讲。伊都是啊讲大人一天只要吃一粒啦。啊，小孩子好像吃。孕妇敢食半粒啊？迄毋是讲啥物何总造出来拢爱食碘片的，迄有特定的。我知影，啊，你像我这甲状腺亢进，我就去问我的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啦。伊讲，你哦，你袂使食啊济啦。嗯。哎啦，伊讲我像我啦放，我家己哦本身啊爱用放射碘的人，我免用遐尼济。啊，我请教你啦吼。咱当然希望卖出代志啦。对啊。啊，若万不利出代志，你就要走去倒闭。恁敢知影讲要安怎疏散？我嘛毋知。我住遐住久，我嘛毋知。演练，啊演练都，伊都叫因厂内，啊，搁遐公家机关的啦吼，啊，搁迄我来安尼叫叫讲，差不多我听人讲是讲差不多一两百个啦，啊带厂内家己咧演练，啊演练啥我嘛毋知，我嘛毋捌听到一声警报器的声音。我问你一个足无礼貌的问题，我当然知道这样问题不应该这样问啊吼，因为那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偏见跟傲慢的问题。可是我想，有些人可能会想这样想：，我讲，啊，你若逐天才惊吓，逐天感觉才恐怖，啊，你也有时势，也有时大，啊嘛成家立业啊，啊，较会袂搬。啊，要搬倒，咱的家园，咱的祖先，我讲你要搬，咱台湾尽讲啦，遐尼细啦，啊，大家若要搬，啊，大家要搬啊，要搬一堆，嘿啊，要搬一堆。啊，不是讲话搬到有在家搬。对啊，搬啊！你像台北市地价遐尼贵，阮遐卖一大堆的土地卖袂起啊，连隔壁个卖家嘛卖袂起，还卖无两平咧。啊，我请教你啦吼，啊，当初是恁看也无反对。我们不知道咧，我那时候刚好小学六年级要毕业，那时候要整地。我上国中的时候，我想说我们那个地方，我是读大本国小。阮迄个所在是爱入，迄个小学毕业啊，读国中爱读金山国中嘞。啊，我为什么我一寡同学那会无去啊？恁同学无去啥？啥意思？啊，都迄个住喺核电厂、核二厂遐的人，拢爱，拢去哦，只有土地拢拢征收啊，啊，因都爱搬走啊。所以伊这个就是吼，其实这嘛作夭寿吼，一手二手吼，所在地拢有两个国小，拢有两个聚落，将。一个下拆掉，人赶走，一手二手拢安尼啊，嘿，拢共款，拢强的安尼，拢强的嘿。所以，因咧有个人拢出去外口，无通啊，转来啊，转来你嘛袂当入去啊，故乡里头嘛袂使入去。我们来看看何山的情形啊，吼，何山其实在这最近呢，也是很积极的在参与整个反核式停建、反核式的这个运动。可是何山厂也许因为地缘的关系，真的是比较离台北这个所谓的媒体中心比较远，比较少听到何山厂附近居民的声音。我们来看看。核三厂怎么样面对他们朝夕相处的核电厂？在核三厂大门前展开废核大型旗帜，自发性发起废核行脚活动。废核救台湾！废核救台湾！由中山大学和高雄大学七名大学生组成的反核行脚团，预计要花五天的时间，从恒春走到高雄，沿途将参加各乡镇土地公诞辰庆典，走进庙宇宣传核电危害。没有使用网络的这些阿公阿嬷或者是乡亲们，他们会不会也知道这个讯息？所以我们想说，用行脚的方式是最素朴、最直接的。学生们也说，台湾既然没有能力处理核废料，就不该新建核电厂。因为核一、核二、核三在我们出生之前，它已经建好了，我们无法去改变这个历史。可是核四，我们现在有机会去挡下它。从唯一一座在南台湾的核电厂出发，虽然参与的学生不多，热情感染，附近民众也站出来相挺。核三一旦发生事情的话，整个恒春半岛，不只是恒春半岛，从嘉义以南一定会毁了。对，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为了我们下一代，我们应该要站出来，要求核四厂停建。核一、核二、核三厂尽速除役，废核行动在全台如火如荼进行，更大声呼吁行政院不要进行拖延战术。核电厂的安全不是公投可以解决的，核废料也不会因为公投而消失，
所以你现在的要负责任的事情就是现在立即停建核四。四号晚间，大学生废核行脚团将停留在车城，预计在八号走完全程120公里，为隔天登场的309废核大游行暖身。记者李璇、孟昭全，屏东报道。刘老师，很谢谢你特地从垦丁赶上来哈。昨天你为了要参加我们这节目，也从昨天晚上开始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做民意调查、田野访问哈。到底住在核三厂附近的，也就是在垦丁、恒春附近的居民，怎么面对核三厂？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不是他们。但是就我知道，我周边的人或是我自己，是应该是觉得是麻痹的。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情啊？只有媒体出来才知道发现事情，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事件都是透过媒体，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里面的人会，大概提一些，我们大概知道。大部分都是来自媒体，所以所有的事件不可能都是透明的。因为你透明会造成恐慌啊。是。因为人民没有一定的素养，听到危险都是会害怕、会惧怕，所以他们会把事件用很特别的方式，透过报道或是原能会监督，才可能会适度报道出来，不可能全部一五一十讲出来。等一下，那个袁老师，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如果回到2年前311日本福岛核灾的时候 ，NHK 日本的公共电视是在第一时间，然后用所有24小时的时间直播福岛核电厂。包括开始冒烟，然后炉心熔毁的这些问题，那时候台湾的民众开始讲说，日本的 NHK， 然后用 live 的形式把最新的灾情告诉全日本以及全世界的人，核灾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你刚讲的是说，如果透明的话会造成恐慌。据我了解 ，NHK 的想法是说，只有透明才不会导致全国人民的恐慌以及猜测。我想问的一件事情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些资料。这个是来自台电的了哈，台湾三座核电厂异常事件就不应该发生，但是发生的平均数件，88年的时候有10件，89年4.67件，然后90年7.67件，然后当然逐年有稍微递减，到101年呢是1.5件，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叫做台湾三座核电厂，不包括核四了哈，三座核电厂自动急停，什么叫自动急停？出歹机啊！不应该这样搞，如果让它继续运转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出大事情，当然也很可能不出事了哈。可是它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叫跳机的，跳机大概看着后理解了哈。跳机的情形呢，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蓝色呢是场外因素，红胎来啦、跌当啦哈，还是输配线系统故障，在88年呢发生了12起，然后呢所谓的他们自己厂内的因素是4起，89年呢是2起。90年是4起，91年是4起，92年是2起。那比较好的是99年跟100年呢都没有。那101年呢是2起，102年因为还没过完嘛，所以现在也没有看到有所谓的跳机的事件。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那个违规事件的统计图，这看起来就惊人哈，特别是核四最容易违规了哈。我们看到黄色这个是应该是橘色这一条呢，是指的是核四厂违规的次数呢是非常非常多。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有意外、有危险，可能会导致严重公安的一些情形。我们再来看看近期来台湾核电厂的一些问题。2011年1月的时候，核电厂核二厂的2号机为主体隔离阀动作异常，然后核四主控室的电缆被老鼠咬掉了。2011年2月的时候，核一用过的燃料池渗漏，然后验出来有放射性的物质。2011年3月的时候，核四厂的1号机海水泵室的这个穿越管呢开封不实。2011年8月的时候，核四1号机反应器呢厂房积水30公分，然后核三2号机主变压器过热，然后停机。2012年3月的时候，核厂1号机停机大修，才发现说反应炉支撑的这个裙摆铆定螺栓断了。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哦，这螺丝应该是螺丝木了哈，那说等你了哈，这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然后核四呢，因为防阀未栓紧而漏水，厂房积水2公分。然后2012年4月的时候，核三1号机连接反应炉的这个蒸汽产生器内管塞呢出现了泄漏。我想问的是说，这一连串的事情，这一连串的公安事件，当然核一核二他们没有义务告诉你嘛，核三厂发生事情，他们都不会跟居民讲吗？这个很难回答，因为
您同时也是核安监督委员的召集人。对，我们也是很后面才知道。你以为监督单位都能够进到场内吗？我们也要预约。监督他还要预约他？当然要预约啊。啊，他没空就不让你约这样子。当然，我当然不能说没空。你当然你要到人家地方去监督，你要让人家有所准备啊。包括上就是我监督他要让他有时间准备，这个逻辑通吗？因为他必须透过记者，他也要发新闻，所以他要必须连结。前年我们跟李副总统下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记者会都要连结，而且非常严谨啊。我们身份都要再确认。那监督有监督的单位是很多，就原能会他也是要做。那社区居民来讲，很多单位是被回馈的对象，他如何监督他？所有的社团，大部分社团还有居民都是在他羽翼下长大，不是吗？他必须回馈居民。但如果说他是这么好的高科技，然后让人民享用，应该是更昂贵，为什么要回馈给居民？我厘清一个资讯了哈，这个是核三厂。不过因为袁老师您同时又是核安监督委员会的召集人，所以您的说法会非常有代表性。可是我想问的是，核四还没发生了哈，核一、核二，细数呢发生这个跳机，吼，还是讲漏水，还是讲突然间说迄个什么发生啥代志，大家就惊吓的时阵。你们想知道资讯，想了解为什么，想了解原因以及它整个防护措施。你们可以得到从核一、核二厂拿到资讯吗？淑珍姐，或是郭老师，或是会长？大部分这个东西应该，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大部分都是厂内员工，厂内的员工，因为伊讲实，伊嘛惊死啦，伊嘛不得已离开工作，所以有些资讯会从那边出来。那当然有一些是有声音、有事件的啊，譬如说前这一两年内的。像那个一些警报器乱响，那到底怎么响？没有人出来处理啊。像核一厂的前华国小，啊，这是一个例子。后来老师全校都是惊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哈。警报器在他们前华国小那个地方已经响了，老师呢很担心小朋友怎么办？找不到这些核电厂的人来处理，结果是找谁？找里长处理，结果。你知道电厂怎么回答？电厂说啊，就误触警铃啊。什么叫误触警铃？对啊，就是很多这种事情，这个是有声音、有事件可以看到。事实上，很多事情哦，我们是最后知道了，除非就是里面的员工爆出来了。像刚刚说螺栓断裂，嗯，你看一段断七根，而且连两年哦，啊，第一次一根，啊，再来七根。你想那件事情会谁是爆出来？不可能是我们嘛，也不可能是记者，就是工作的人员。你买惊死啊！我想请教了哈，到底核电厂跟当地的住户，不管是金山、万里、石门、垦丁、孔阿寮，到底有没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啊，那个机制有没有用啊？会丢？也跟你说明讲啊，我其实是安全的，免烦恼这啦。那讲这吼，第一就是台电公司。真阿万啦，真阿爸啦。另外，迄原住民委员会是因的主管机关哦，伫监督。照讲起来，你原住民委员会都爱徛在咱政府甲人民这边，大家监督伊这个核能发电安全设施做有好无？唔对，结果拢唔是，反倒拢伫遐白死。咱即摆伫甲记者讲，比一个来讲。你即摆要起一个干树，人家讲啊，你这干树，这安尼哪会使啦？迄提起来，迄个放射是毋是？我个物质是毋是对空气造出来？啊，造出来空污啊，马斯克杯。伊讲无啦，这袂啦，这真安全啦。啊，你即摆来讲啊，这个较早拢是检验中心是伫二厂，伫因迄个所在一厂。无检验中心嘛，伊就三两个月就拖来二厂处理。是，阮
迄年我无遐过。所以会长，你感觉不但讲无一个沟通的机制，甚至咱的迄咱所五万的这个监督单位，就是原人会，根本无做到这个监督的这个功能。我懂，我懂。咱这卖讲原住民委员会啦，我嘛是，我这人是核能监督委员会。啊，你也是监督委员会。我是理事长哦。你也无在调监督啦。两个议员，搁一个。乡长，拢乡长是常务干事，迄两个议员嘛是拢内底李干事内底。安尼，咱做合一、合二、合三的经验来过来看合适啊！吼，会长你安那看？我啊，拄安尼来讲吼，合适佫更当袂使去啊！安那讲呢？诶，人即马逐项拢进步啊，合一、合二、合三，你来看，即拢算是吼统包的哦，统包就拢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合适佫是并装的呢，佮问题佫较侪，所以我讲合适一定袂使佫去。啊，合一、合二、合三哦，这些运动爱好停下啊。啊，合四吼，运动是未使阁继续阁去落去啊。什么公投跟什么欺骗人民的公投，所以我目前讲吼，这马政府应当要了解说，这种核能发电的实在是真危险。阮台湾这四年半年未堪你经一，未堪你一次的核安出问题啦。啊，核安啊，更出问题吼，阮台湾经验都要别讲，本来就很小了啊，你要安怎甲人用这核能发电？所以我嘛在讲，这核市场并装诶，一个并装不出来，啊，想让咱硬讲硬要好，伊讲什么来咱警告咱诶人民讲什么缺电，核市如果无上转了，所以咱台湾会缺电。你看核市跟大家未上转啦，到几年啊？民国几年啊？到有缺电嘛？不离过来来看哈，其实在两年前有一个说实在就是血淋淋的例子了哈，日本福岛的一个核灾。究竟对日本福岛造成多大的冲击？这几天呢，大家有针对说部分的媒体人呢在谈说，好像福岛也没死人嘛，哈，没有因为核灾而死人。不过这个数据显然是有很大的争议跟错误。我们来看看，在两年前日本发生福岛核电厂的这个重大事故之后，对日本福岛究竟带来多大的伤害？福岛核电厂灾害发生两年以来，官方的资料显示，十八岁以下的人口当中有四成孩童的甲状腺有囊肿或是小瘤的情况发生，但强调其中只有不到0.5%的人是需要进一步检测，多数的人都被列为 A1 A2 的等级，也就是每两年半定期回诊就是了。但对福岛县的居民铃木太太来说，六岁儿子的甲状腺囊肿官方的检查报告和他私下带儿子就医的检查结果不同，让他无所适从。もう一回は受け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ただその甲状腺の専門のお医者さん詳しくわかるってお医者さんがなんか他県で遠いところにしかいないんで調べてもらった結果。而世界卫生组织 WHO 28号新公布的一份报告更指出，福岛灾害发生后，曾暴露在辐射环境下的女婴，未来一生将有高出70%的几率罹患甲状腺癌，6%的几率罹患乳癌，而男婴未来一年则有7%的几率罹患血癌。甲状腺癌というのはチェルノブイリでも4、5年経ってから出てきたので、すぐに目に見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が一つありま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心配っていうのはちゃんと時間を長くにわたって。それもチェルノブイリでも今も25年以上経っても甲状腺がん発症が出てますので、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と、今すぐどうだっていうことを答えてもお母さんたちは安心しないと思います。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也提到，非重灾区一般日本民众的健康风险不高，但估计灾难发生时的紧急工作人员1/3都是健康高风险族群。记者王慧文整理报道。日本福岛核灾已经两年，我们现在透过电话连线给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理事长赖伟杰。伟杰，我想跟你一起讨论说，到底日本福灾的伤害有多大？我们来看看几个数据。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现在整个在日本福岛核灾之后呢，是有做检讨，原本的紧急应变范围从5公里变成是8公里，不管是核一、核二、核三，现在的紧急应变都是8公里。那检讨前呢，是只有金山4里、石门8里、三芝1里，然后核二、核三厂的呢范围比较小，现在扩大范围。那当然呢，整个8公里呢是人数稍微多一点，大概是核一厂的话，8公里的人数是3万多人，核二厂是8万多人，垦丁、恒春这个地方呢是3万多人。可是如果我们用15公里来算的话呢，人数会更多。可是我们如果回到日本福岛的这个经验呢，我们来看看下一章。日本福岛核灾之后呢，第一时间半径2公里的这个居民呢先去避难，然后呢过了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就只是一个小时，发现2公里绝对不够，变成是半径3公里的人都要去避难，10公里内的居民呢要在室内回避。
然后隔了一天呢之后呢，就说半径10公里的居民也通通要避难了，不能在那个室内回避的。在之后3月12号，也不过是过了一天呢，一号机反应器厂房就爆炸了。6点25分的时候呢，半径20公里，通通要避难。我们强调的是，现在台湾的避难范围、紧急应变范围就是8公里，但是福岛呢是20公里。然后到3月14号，也就是3天之后呢，半径20公里以上、30公里以内的居民呢，通通要室内回避。我们刚刚谈到，如果是核一核二厂在半径30公里的话，那么是包括台北市、新北市，甚至到桃园，通通都会面临到这么严重的核灾。我们再来看看，到底对日本福岛造成多大的冲击？这个包括真的是生命危险、健康，甚至是非常严重的歧视。日本生态系协会的会长甚至讲说，日本人最好不要跟福岛人结婚，否则以后呢，福岛致癌发病率会上升，严重的歧视。如果跟福岛人结婚的话，我们强调这个是一个歧视，这是这个会长所说的，会生出所谓的肢体不健全的孩子。要求日本人结婚呢，要慎选对象。为了疏解不安呢，整个环境大臣甚至还做了一个基因的解析调查，这被很严重批评说你没有帮福岛的孩子逃难就算了，还调查这些孩子的基因，是再次的污名化。法务省呢，一年收到419件的投诉，至少有29件是违反人权的部分。然后呢，包括小孩子的这个问题，日本福岛的小孩子呢是不能够跟其他的小孩子在一起，因为其他小孩子会觉得很不安，所以福岛儿童是不可以进去的。疏散家庭呢，让小孩子在公园玩耍玩耍。居民要求福岛小孩自治，不可以到公园去。那福岛小六的转学生在新泻县长冈市呢被踢伤住院，这也是严重的霸凌跟歧视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下一章，包括说福岛男性找不到工作，然后呢，如果你要找工作，还要出示证明自己有没有被污染。加油站也不准福岛的牌子的这个车子进去，计程车拒绝载乘客到福岛，福岛的人不能去外面投诉。这个也会被拒绝，在亲戚家呢避难也会被虐待，然后旁人疏远等等的，包括整个食用水，包括农产品呢，都是遭到很严重的污染，也包括福岛非常有名的这个稻米色超标，然后即使100%无害，很多人吃啊，甚至有人吃了之后过世，那顾客也不愿意买福岛产品。我再请教一下伟杰，是究竟你自己观察，因为你也到福岛做了很长期的研究，对地方的冲击跟伤害究竟有多严重？我在去年底就12月的时候到日本福岛，我到的地方其实我到三个地方，最近的有个地方是15公里的南相马市，再来一个是40公里的那个饭岛村，还有地方是50公里的伊达市。那我觉得最难过的是那个四十公里啊，其实大概已经是从这个核电厂到我们那个总统府的距离啊，那个饭馆村其实全村是撤离的啊，唯一。整个村子有一个没有撤离的机构，其实就是一个重病的养老院。他们大概觉得撤离跟待在这边其实状况差不多，甚至可能更麻烦。所以我觉得那个状况是非常的糟糕的。那另外一个是到15公里左右的南香马市啊，南香马市它其实是同时受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海啸，一个是就是核电的这个辐射的外泄。那这个地方就有的地方是非常严重，是完全人都不能进去，但是有些地方它的因为它的风向的关系，所以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记得到那个地方，当地的居民跟我说，其实当时呢，其实因为它在那个就是比较标准。那就是差别没有很大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希望能够工厂是要停工的，但是有些老板说他们就不停工啊，所以害的就是有些家庭是这个老婆跟小孩其实先撤离的，但是那个为了工作，那个丈夫必须留下来，那到后来甚至离婚啊。那我到了这个南香马村的时候，我觉得看到的其实是蛮难过，就是说它同一个地区，有的地方辐射剂量比较高，有的地方比较低，所以它那个歧视不是说在当地跟外县市的地方，甚至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就互相歧视，而且有些地方他们为了想赶快让外面的人想说，哎，我这个地方已经恢复正常了，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其实在那边直接用那个盖革计数器去测还是非常高，可是听说那个地方在今年呢，地方政府就假装没事一样，就是办了2次的马拉松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去那边地方的感觉就是说，那个大概已经不是人类可以去解决的一个规模的灾难啊。那这个是福岛，我在现场看其实非常难过，就是，
就是觉得大家是束手无策的哈。那各位看到的很多的资料，比方说，哎，那个地方有在做那个什么表土的铲除啊，那个东西都是在造假啦。为什么？因为，那个我听那个相马村的那个饭馆村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的那个地方70%都是山啊。那政府做的其实是把这个每户住家的7公尺范围内的表土刮离啊，但是其实那个风一吹哈，下个雨，其实那个辐射还是到处流窜，所以。我觉得那个已经真的不是在我们想象得到的处理的方式可以去处理的。是是是，谢谢伟杰了哈。可是伟杰，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咨询？到底不管是福岛或是整个日本，有没有人因为这一次的核灾，海啸不算，地震不算，有没有人因为这一次的福灾而死亡？而怎么样？而死亡。我说实话哈，因为最近还有报道说好像有多少人死，多少人死，原来是在变啊。那个是因为辐射而死，还是因为什么样子而死？我想讲的，我先不讲福岛，我大概十几年前日本有发生过另一次的这个叫做临界事件啊，那个也是整个荷兰在半个再处理里面产生的意外。我那时候也到后来事后到现场去，那个是真正马上就大概两三个月内前就是严重灼伤死掉的，其实就有。这次在福岛，我跟各位讲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字哈，就说不是精确数字，而是说其实日本的政府对于这次福岛的救灾，并没有用这个有经过训练的人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开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因为说实话，这次的这个福岛核灾事件并不是在核电厂里面，并不是一个人住的地方，所以不可能就是居民马上会受到影响。可是这次的工人，我们那时候都看到很多的照片，是调了好多临时的工人，那其实有的很多是征召当地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就被弄过去啊。所以那些人后来怎么样？说实话，我们其实并不容易得到正确的讯息，很多就是直接就是赔偿或处理掉的哈。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用有没有死人来判断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坦白讲是一个并不是太道德的事情啊。是，而且说实话，就辐射在事后的影响，我觉得那个长期的影响跟这个范围可能才是超乎想象，而且你必须你会不断的活在那个惶惶不安的状况里面。是，我觉得那个亲身你到那个地方感受到那种宁静，但是是一个几乎了无生趣的感觉，那个我觉得才是最强烈的感受。非常谢谢伟杰跟我们的连线了哈，安尼会长我阁请教你了哈。啊，悉数咱啊台湾发生甲日本福岛同款的情形，咱敢有在条康面对？我讲吼，阮遐吼，阮遐，那是条滨海公路，连走都无路了。你来看我这吼，我这是90年8月，不是1990年啦，79年的时候，79年的时候阮翕的吼，甲假日吼，就车在咧趁啦。吼，啊，你看阮这沙滩，你看原本的沙滩偌大、偌水呢。自从核市场员去叫人去一个重建码头了后吼，阮这沙滩拢流失掉。我们以前那个办那个沙雕吼，芙蓉这帮办沙雕，就是伫颜料办沙雕。迄是20几年前的相片嘛？嘿嘿嘿。啊！这条滨海公路就塞车塞到安尼啊咧！哦，啊，你过来看这边。啊，你迄倒啊顶。哦，你过来看这边，看有严重无？吼、哦，这种79年8月12日，唔是音乐季哦。嗯。啊，即卖甲讲音乐季了以后，嘛是赶快来塞。啊，卖讲有迄个核灾啦，个核灾吼，你看我要走到倒来去。啊，即卖吼，即卖人家演唱会是在办一个讲什么吼？要疏散啦，吼、哦，讲这疏散的地方啦。噶，万一噶核灾发生的话，吼，诶，集结点嘛是拢伫海边，哎、欸，啊，大家是不要集结啦，噶海啸来，遮就拢冲了了去啊，啊，但是海边啊，即拢冲了了去，参观那芙蓉，我伫芙蓉国小啦，都伫芙蓉国小遮啦，嗯，啊，那这边要集结，要疏散，啊，就是噶沿海噶这条滨海公路同它同行啦，是。啊，假日就塞车塞到安尼，啊，你噶核灾的时阵呢，你大家都要等，阮遐大家都要等死啦。哦，变阿逃难，根本就走袂出去嘛。哦，除非吼，就是啥，干啦，核四不要兴建，改停建啊，安尼，阮遐居民较安心啦。啊，无根本就袂大理啦。所以，我跟马政府应当要知道说，这个核四吼，还阁是一个断层带哦。啊，断层带阁造成个环评，阁造成个会贵，我嘛说感觉真怀疑。啊，即摆上面咩公投，我发觉吼。咱的政府都是在欺骗我们百姓，
因为何世杰是一个病装车啦，即卖伊就是起袂起来，所以才要来拖延战术。啊，再过来讲哦，这吼好来喊搞些公投，啊，再来拖延。吴敦义当院长的时阵，就讲要庆祝建国百年，就要开始商转啊咧。啊，想让那无得商转。民国99年开始试运转啊，每次试运转不是火烧就是淹水。啊，去啊乱七八糟，啊，无得固定也要去。啊，即摆拄啊好，日本福岛核灾吼，拄啊好好台电的有一个下楼梯，讲啊好，安尼为了安全，安尼搁去较久者，搁去较安全一点。去看转年，一个拖一拖又两年了，两年了还是一样，还是做不好了。袁老师，那个刚谈到何事，我就想到共寮的海洋音乐季啊，台湾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叫做那个春娜了哈，就在你们垦丁。我想问的是说，当然观光客疏散是一个很严重无法解决的事情，可是当地的疏散也是一个很严重。你怎么样看整个疏散计划？你们到底有没有确实在演练呢？其实演练是有，但是可以再扩大。特别是无预警的部分，因为演练不可能照我们的沙盘推演这样走啊，一定会有突然有一些状况，比方游客刚好是假日，或是一个大的活动，或是选举啊，或者是像春娜，或者是过年春节期间的问题，沙滩都是人，路上也都是车，常常塞车，是没办法逃的。而且这种一旦释放出来这些东西。它是会跟着人走，甚至落山风的季节长达近8个月，那个速度再加上去，嘉义以南都是遭殃的、啊，所以它一定要管制，甚至就是封岛嘛，好，就是恒春半岛整个就要封住，不能让人再出来。你想它会乖乖给被封吗？一定会冲出来嘛，那时候警力够不够？绝对不够，那人会不会乱？一定恐慌会乱，一定想往外逃，是不是带着辐射一直跑？人会动的，车子也都污染了，所以只能就地就地就地。你收容所不够啊，你在地的以恒春镇国小、国中、高中，自己学校的学生容纳都差不多，加上家长就差不多，你外地人怎么进得来？苏正杰，我被签稿里了哈。今晚何事要盖不盖呢？现在是至少目前的讯息是要透过公投来决定。可是何一、何二、何三是已经盖了，而且运转了那么久。那是不是会因为如果万一真的核四不盖的话，会不会转过头来要求核一、核二、核三不要停役，要延役？我不清搞吼，您在地安那想这个问题哈？问哦，伊即卖本来伊讲伊个制定的时阵，人讲是讲30年，不过伊即卖已经有40年的计划啊，较要当除役，四十年较要当除役啊。啊！伊这个时阵哦，螺丝什么都一根，那上次的报道就是讲120支，唔是讲歹7支啊，尔，其他嘛有你的啊，就对啊。你苏正杰，我问你一个较敏感的啦吼。啊，即马台电都有回馈金啊。啊，我当然唔是讲是要用回馈金来卖掉自己的生命健康，可是我想问的是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就是你很无奈，可是似乎又非得接受的东西。我来讲，这个回馈金，伊常常讲一个回馈金啦。我的居民一年给摕2000，我万里区的摕2500，2500万。不是，一个人分2500啦。哦，一个人2500块。买一年的安全啦。对，我一个人。这是，不过就是，我来讲啊，我有几个全部会使互你看。这我来讲哦，一个人2500，就较正确啦。其实阮这人民是足无奈啦。系啊，阮足无奈。我抗争嘛，叫破一年10个月，完成5年啦。阮即摆去哦，那多少下四个来甲你讲，车甲摊在门口停，伊就用车拖车、吊车拢来。我嘛要去一厂去遐动哦，伊就拢爬来。我空军迄个用卡拉车去来撸嘛，就是叫破形，是这个情形。但是我讲这哦，主要是原住民委员会无好好来监督，伊是主管机关嘛，你无去啊监督好事，过来也嘛，让台电家你利用，台电本身敢会晓？可能怎样发展？去年二号机段7支螺丝。换6支开1亿，阮拜二去，招金山这旅长10几岁去，到底
我看了报纸啊，讲哦，都螺丝钉七支，即摆是安那样啊？去啊了解，伊讲啊，即摆送予阮主任委员会去了解监测，看什么原因发生安尼。是。我讲好，啊，偌久会知？伊讲差不多一个月啦。嗯。啊，我讲一个月才会知。啊，即摆人入去修理人爱穿什么防护衣？迄陈经理讲，啊，这我就唔知，迄要专业的才有法度回答。嗯，我阿你问这你也唔知，问伊也唔知，啊安尼你是要安尼来讲说明，无你咩啊？你找一天时间，你会注意啊，甲会当了解。台湾金山开个说明会，迄是几月？我算拜二就对啦，一、二、三开始大修的是几月？我袂记咧，日子我袂记。我转四天，拜六报纸佫分出来。讲六支螺丝换落啊，开一亿，叫奇异公司来。阮拄啊，佫招只里长，拜六休困嘛，做收后礼拜，伊再叫佫去。去甲问讲，啊，你即摆知影原因哪样？伊讲也毋知影。我也毋知影，你按六支螺丝开一亿安尼开落，啊，你开阮只人民呢，迄寒钱个开免惊啊。你若也毋知影到即摆歹去，到底是？发这个关注咯，也用了。城乡作业，我把我那合适的是跟美术姐前坑啦。每年的预算一直在追加，到底花在哪里？今摆今年各位追追加四五百亿，啊，这四五百亿到底是会当？我迄日期，同个完工日期也无，啊，是不是四五百亿落去，就是会好啊？嗯，这拢大家嘛是同款，还佫一些未知数啦。郭老师，你最后大概是半分钟。咱正讲哦，讲这个补助问题，其实啊，迄是种无奈啦。早期吼，伊咧起厂的时阵，迄个公民的迄个运动衫拢无嘛，在伊去在伊住的嘛。甚至我听讲啦吼，石门遐佫有人讲，诶，两个所在你烧钱啦，哦，佫安尼无欢喜啊开始运动的时候放炮。世界棒球经典赛引爆棒球世界大战，荷兰、澳洲强敌来袭，实力不容忽视。亚洲劲敌韩国，世仇对决，力守主场。中华队三巨头王建民、郭宏志、杨耀勋绝对把关，林志胜、彭振敏重炮轰炸，誓言创造经典荣耀。2013世界棒球经典赛，公式和你一起嗨起来。教育部体育署与您一起为中华队加油。你高兴啊？哦，啊你吃到这个岁数啊，别久我当拍手。无你到底是要生啊？不是？刘先生，你这是第二期的舌癌。以后可以吹小喇叭。是要看人哎，有些人开完刀之后，舌头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运用自如。哎呀，讨厌！妈妈，妈妈，小心点！阿你讲起 ，You are good father 呢？啊？我会用全部的心来保护你，我永远都会爱你的。我哪有吃醋？我有什么资格谈吃醋嘞？你骗人！出去！3月10日，周日晚间10点，公视人生剧展《喇叭红的悲喜曲》。危机边缘第三季。We have no idea what's keeping him up there. What if I told you I could give you a miracle? He's mess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constants of our world. It could lead to chaos. Soulmates. Ellie has left it with someone he trusted. Hello, Peter.《危机边缘》第三季，今天晚上11点，就在公视频道。